5000块钱对你来说不过是小数目，这根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可我真的很需要钱，你不是说过会对我负责到底的吗？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你给我等着！我要退租，不想租你这种虚伪的房东的房子了。 不是这样的，解释就是掩饰。我也要退租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就是啊，之前红毡捐款捐这么多，很可能就是装的。这房子就是有，对啊对啊，虚伪，太假了，就是很假，我跟你说，就不应该，就是房子不应该就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？ Take a shot at the enemy. I'm gonna make it to the top. Leave a legacy. If I got something to say, you better let me speak. 对，你还没给我钱，5000。金烈，你上大学了，该自立了。可是是你说过要资助我读完书的。是没错，可是你这些年变本加厉向我索取，而且也没有好好读书端正做人，这已经偏离了我帮助你的初衷。废话，那我怎么会给钱？你凶我。 5000对你来说不过是小数目，这根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小卷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小区的外墙上贴满了骂人的话。小卷，小卷，小卷，露娜，是时候让大家知道真相了，还要来一趟救赎之旅吧。 超重，无法识别。嗨，我知道你是我们那边的新租客，没想到会这么巧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我胖妞就好了。反正不管我说多少遍我的名字，别人都只喜欢叫我胖妞。怎么这么胖啊？这么胖怎么找男朋友？ 哎呀，怎么男生都没人来换水啊？我怎么抬得动呀？哎，胖妞，你来抬一下，你的力气应该不输男生。哦，真力大如牛啊！这身肉真是没白长。我来帮你，谢谢你。 你，哎，房东，我们讨论一些那个续租的问题吧。我刚刚只是开玩笑，不好意思。开玩笑，你可不是开玩笑，你只是没礼貌，把自己的优越感建立在对别人的嘲笑之上，没有人会看得起你。我只是提醒他该减肥了。提醒他，那我也提醒提醒你，胖是有机会变瘦，而你丑是一辈子的丑。你，我丑，我丑，向他道歉。对不起，没吃饭吗？大点声。对不起。 哎，房东，那我们续租的问题呢？续租可以，把它开了。